一个多月了，为啥不回信？没什么事儿，不想写。是我说了什么，让你生气了？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这么说，你以后再也不回写信了，对吗？ 你不打算再理我了，对不对？你之前在信里不是这么说的，你是在骗我吗？小峰，你清醒一点，我们之间有一丝一毫的可能吗？这么年轻，你有大好的前途，我不想你因为我被别人看不起。 我也不想你因为我失去更好的前途和机会。我现在特别害怕，害怕我会耽误。你能不能不要让我背负这么大的压力呀？听话，回学校去。你这么棒的小伙子。 肯定会有很多女孩喜欢你，姐姐祝福你。